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带上你的青春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吗？02-23639955 23639955，那首歌曲会让你想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打电话给我们一起来听听你的青春回忆吧。你肩下我一束发绕在无名之上，仰着笑仰着脸说当作置换好吗，你等着我回答，等到泛起泪光，可是请相信我当时同样悲伤。爱情啊，原来是个精心设计的谎，每个人都被安排为某个人受伤，他出现得太早，而你来得太晚，有一天你也会有我这种遗憾。最爱的人不是你。嗨，最爱的人，你好。喂，马克吗？是的。你好，好，我是卖电脑的阿瑶，玛丽你好，阿瑶，我想要分享我的青春之歌，请说，你的微笑 ，FIR 的吗？对，因为以前我们在高职的时候，早上那个升旗都要跳，就是这个歌是背景，然后都要跳健康操，那个时候觉得很烦。这首歌当健康操速度很快哎。对，它八秒一拍嘛，那八秒一个节奏，啊要换一个动作，哼，啊现在出了社会啊，听了这个歌还是会觉得，哦，就是以前那个感觉又出现了这样。好的 ，FIR 你的微笑，然后你跳了三年吗？哈？你跳了三年吗？哦，对啊，我跳了三年啊。然后我还看了学弟妹跳了三年，哈，是一个非常喜欢 FIR 的学校呢。然后最诡异的是，他好像就是十几年了都没有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吗？啊、嗯，我前几天回去学校的时候还是这个歌，哇，已经没有人力可以编新的动作了，只能这样下去。哇，我不知道。好的，待会为你送上。OK， 谢谢马哥，拜拜拜拜。我真的爱你，但永远无法像爱他般爱你。是你，这不止让你伤心，但我的心里还在哭等一个远去身影。最爱的人不是你，却忍不住爱上你。我真的爱你，但永远无法像爱他般爱你。永远无法像爱他般爱你。青春之歌，我
是蛮好奇健康操在前面的印度吟唱的时候要做些什么，转转手转转脚暖身是吧，你的手就是会这样比较印度式的那样摇摆出去。原来是编舞吴老师玛丽老师，我失敬失敬，同学们来投02-23639355。嗨嗨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你是？我是芒果绿。芒果绿，芒果绿，你的青春之歌是让浪漫做主。让浪漫做主，你说 Elva Elva is back。 哦哦哦，没有没有，其实好像有点新的歌耶，是蔡健雅的、蔡健雅的浪让浪漫做主。这为什么会是青春之歌？因为我前阵子就是跟一个男生搞暧昧，可是最后没有在一起。我觉得这好像可以列入我以后的青春回忆当中。I'm the 以后的青春回忆。你现在几岁呢？啊，我觉得我好可怜哦，我已经28岁了。但是人生有几次可以也就用青春般的暧昧呢？搞到最后没搞头。我很长哎、怎么办？我好像有2-3次这样的经验，最后都跨不出去跟人家在一起。所以对方有想要跟你在一起，但你最后却步了。对，可是这一次有点不太一样，我真的有打算想要跟对方在一起，但是我们最后一次，就是大概第5次出去的时候，我有跟他说，要怎么讲，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还算顺利，可是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对我上下其手，到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有点像被性骚扰的程度。然后这个最后我好像当下我不敢讲，然后我是一直到回来的时候才跟他讲说，我其实应该说我当下的时候讲说，请你不要碰我的下巴，也不要碰我的肚子，因为我不喜欢别人碰这些地方。可是他好像以为我在开玩笑还是什么的，就继续玩继续弄，然后弄到后面就是也摸我的腿啊，摸我的就是手啊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回到家之后，我才跟他坦白说，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做，我觉得很像性骚扰，太恶心了。而且我在就是之前跟他相处的时候，每天聊天的时候，也有跟他讲过说，我有被性骚扰过、我不喜欢人家就是碰你，就是这么的直接的一直这样摸。然后可是对方好像没有想要听的，就是他觉得我在开玩笑吧，我不知道，白目。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我跟他讲过之后，他有跟我道歉。可是我发现，我如果要再跟他出去，我只会充满恶心感。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就是跟他直接讲说，我觉得我们不适合。但是当下对方是有跟我讲说，他愿意为了我改变。可是我觉得为了你改变，来不及了。就是我觉得真的来不及耶，我就说你谢谢你愿意为我改变，但我真的不需要了。好对，所以后来就没有跟他在一起。然后这是你们的搞暧昧之歌吗？我心里的啦，我心目中的。那你这样听了不会不开心吗？这不是一个好的回忆耶。就但是前面其实还蛮好的啦，因为前面就是我可能跟他讲一些我比较童年的阴影或是黑暗之类的地方，他都可以接受，然后给我一些还算不错的建言吧。我不知道那时候就是类似说，因为我可能小时候受我爸妈影响比较多，然后就觉得好像不可能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然后人一定可能会有，就是谈恋爱或是谈感情，总有可能会有 被对方背叛的时候。然后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多信任别人，可是他那时候也是一直鼓励我说，你可以放胆的去谈看看感情，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你的人生要自己做主，要拿回自己的那个做主权，而不是一直被爸妈影响跟控制。就算他不在你身边，你还是继续被他控制着，这样很没有道理啊。然后那时候好像有点被点通了，所以才觉得说，那好像可以试着跟他谈看看的。可是后来发现他所谓的尊重都只是嘴巴上讲，他的行为并没有，嘴巴上说的一口好话，没错。然后甚至我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是属于会软性说服别人的那种人，就是他可能心里有想要做什么，但是他不会直接讲，他说哦没关系啊，就看你决定，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就做，但是他会三番两次一直说，欸，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或什么的，想要让你照着他意思照。对，
然后所以后来就是那时候被摸完之后，我就觉得清醒的，好像不用跟着继续下去。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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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直接断开这样。所以就当做我未来的青春回忆好了。你根本是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干嘛这样？规则是拿来创造的。规则拿来创造的哟。我现在觉得我被性骚扰，我被歌曲骚扰。干嘛这样？他正在软性说服你。我的原则被侵犯了，我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不行，但是你还是要点。好啦，对不起，那我想一下还有什么比较青春回忆的歌。好啦，谢谢你。那恋人未满好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拜托了，好不好？这真老了，老歌吧？不好啊，够老了吧？不好，不好。好了，拜拜哦，拜拜，好了，拜拜。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心态算舒服，已经不眷恋，多壮烈的付出，反而显露晚餐后。Hello， 你好。嘿，你好。嗨，你是？我叫小马，小马，你的青春之歌是？青春之歌有两首可以写，请选一首。哦，刘德华的《你是我的女人》。好，那有什么青春故事呢？就是以前学生时期。你可能要把广播关掉哦，谢谢。好，广播关掉。喂，听得到吗？可以，请说。我说，就是因为学生时期都是用这首告白。你用一首歌对那么多不同女人告白啊？没有到很多啦。几位？两三位吧。都没有想要换歌吗？还是练了一首就要用到底？对啊，就刘德华的歌很好用。那有成功过吗？有啊，但是也不是因为这首。就在这么简单就在一起了，只是说我有成功这样子。那三个用了三个人，三个都有成功吗？用了三个，应该有成功两个吧。哇哦！那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吗？应该都成为人妻了吧？那你现在是人夫了吗？啊，那么好笑？对，也是人夫了。为什么会要停顿啊？还是？好，我们不追究，不深究，不深究。你是我的女人。对对对对对，谢谢你哦。谢谢，拜拜拜拜拜。以浪漫为主，究竟犯了什么，会让你如此心疼？我在人群中四处不停狂奔，只为了找回那一份真，一份不可能的真，和一次不可能的吻，和一个不可留住你遗忘一寸，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女人，留住你深情眼神，我情愿换个方式，请你做我的女人。不能好好跟我一生，不要
只求你记住一次永恒那一瞬为目十分，像你这一个值得爱的女人，叫我怎不能为你心疼。有缘为何没有分，有梦也为何不成真，两颗心碰碰撞一生，留住你我一寸，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女人，留住你设计眼神，我情愿换个方式请你做我的女人。没有人愿把心爱的人让命已浮沉，深深于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青春之歌时间，欢迎你带着你的青春歌曲跟青春故事来分享给所有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0223639955。嗨，你好啊。嗨，你好。你是？我是小苹果。小苹果，你的青春之歌是？信乐团的《不会消失的夜晚》。哦，这有什么青春故事呢？这首歌会让我想到一段没有好好分手的感情。当初是你分手的吗？对。那你为什么跟他提了分手呢？那时候就是觉得好像对这个人没有感觉了，然后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分手，然后我是在他生日那一天，然后就直接很就是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去，可是其实我跟他有缘，然后后来晚上我就是直接就没有接电话，然后我也没有去，消失。在他的生日餐的时候女友消失，那消失以后他是再也找不到你是不是？那一天就找不到、然后后来隔天我有接电话、然后他就哭着跟我说，就是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没有想要在一起了，然后他就说没有，就是不要在一起没关系，可是他说他就是那一天晚上他很担心我是不是在路上出什么事。那对，然后他说这首歌是他想要送给我的，他说是他的心情。哇，这是什么时候事啊？你的几岁的时候的事情？21。哦，那现在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不知道，就是一直在我结婚之前，有偶尔半夜都还会接到他的电话。半夜？然后对，就是听得出来他是喝醉酒的。哦，所以他会打电话给你这样子？对，就持续好几年。然后就觉得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你是他生命里一直都没有办法跨过的那个障碍，只要跨就跌倒，跨就跌倒。难过。小苹果，这首歌送给你，谢谢，拜拜，拜拜，拜拜。你的笑在我心里徘徊，让我想到《换成恋爱二》当中，其中一位女生也是这样对她的男友呢。你说就消失不见这样？对，她做的更绝，她是直接搬家了，就是你完全找不到她。有一天回来，她就不见了。那就换住址啊，换电话，她就真是 ghost 不见，完全不见。哇！你不再承诺，这人生到底？
在这不会消失的夜晚，任凭一切融化成凝液，对你的思念永远不变，冰封了所有的永远，切不断对你的牵连，还记得那永远在我身边，0223639955。嗨嗨，你好，你好，你是小马，小马，你的青春之歌是？我要点的是 Ray J 的 One Wish。Ray J One Wish， 这有什么样青春故事呢？因为我大学四年都是热舞社，所以跳街舞，然后这首歌很适合跳 Hip Hop 跟 LS Style。哦，这是我青春四年的回忆。那现在你还会跳吗？哎，现在年纪大了，可能跳不到半首歌就开始喘了吧。所以你有试过在家里就是在播当年的歌，然后跳跳看？有啊，在电脑前有时候会啊，或者是当电视转到 MTV 台的时候，嗯，然后对啊，就是如果有些韩国或者是比较 hip hop R&B 的歌，稍微律动一下啦。嗯，现在你在方向盘后面是不是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他叫你右转，你就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有时候如果听广播听到比较嗨的歌曲，就是可能红绿灯会打个 popping 震点之类的。哦，震一下，震一下。对对对对对。好的，送给你，小马。谢谢。开车安全，拜拜。拜拜。拜拜。I could just have one wish. Damn, baby.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at we went wrong. I gave you my heart. I gave you my soul. I gave you. As a matter of fact, I was the one who said I loved you first. It was about 8 years ago. Don't act like you don't know. We were sitting home in your mama's living room, cause your mama knew I was something else. She knew how I felt back then we were in school, and that's your favorite excuse. Growing up I was a fool, and I can't lie, I'm missing you. Listen and don't trip, think I need a bottle with a genie in it. Here's my wish list, I would create a heart changing up. I'll take yours and they'll leave it up. But I don't need a lot of wishes, cause I'll be okay if I get one. If I had one wish, we'd be best friends. Love would never end, it would just begin. If I had one wish, you would be my boo. Promise to love you, trust me, I trust you. If I had one wish, we would run away. Make you love all day, have us a baby. If I had one wish, I'd make you my whole life. Can you be my wife, make it right this time. If I had one wish, one wish, one wish, one wish. One wish, one wish, one wish. 0223639955，嗨嗨，你好啊！Hello， 马克、玛丽，你是谁呀？我是李夫。李夫，你的青春之歌是？我的青春之歌是小虎队的《爱》，就一个字那个“爱”。嗯嗯。然后这个青春故事是因为有我小学大概应该是四五六年级左右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年那个哪一个时期。嗯。然后那时候有一些那种就是应该是大学生那种哥哥姐姐。他会带我们去那种就是童子军，到可能是郊外或者是山上这样。嗯，然后他就是在一些团康的活动中，他就是带我们唱这首歌。嗯，然后还有教我们，就是应该是我人生中第一首会的那个手语。嗯嗯嗯，对对对，然后就是对这首歌有叫我印象。
你有看《非常律师》吗？有啊，我看《非常律师》啊。会不会那些哥哥姐姐是儿童革命解放军？应该不，应该就像那样子，对对。嗯，就到山上嘛，唱歌跳舞啊，玩啊。对。好的。好，谢谢马克玛丽。拜拜。拜拜。023639955 ，Hello， 你好啊，你好，嗨，你是？说的是，说的是，哎，我的青春热血之歌，空军军歌，空军军歌哦，怎么称呼您呢？敬赏，敬赏，敬赏，对，敬赏空军服役是就是空军退役吗？职业军人吗？不是，不是。哦，真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时候念书，听到这首歌真的是一股满腔热血。不能当空军，结果去当海军，那要自愿去东引，长官又不让我去，就饿死，退伍，饿死，退伍。对。所以你是听到了空军军歌，觉得实在是很想要报效国家。真的，那时候真的念书。我记得那时候每个礼拜六，我那时候还没有服兵，我就在看《举光日》，一直看，从头看到尾。天啊！那你们很喜欢，很向往。怎么跟我听到别人分享看《举光日记》的心情差那么多啊？那要看什么时代。那等我真的去服兵役的时候，我看《举光日》是在睡觉。但他们内容，他们内容有差很多吗？没有差很多，而是真的。超了五天，那礼拜六刚好可以休息，那时候就睡觉。空军军歌，空军军歌哦，你找得到吗？他有歌名吗？歌名哦，我只知道空军军歌。那我来找找，您找吧，谢谢您了，拜拜啦，拜拜，拜拜。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
我的肩膀上，像体贴的好朋友，给我暖暖拥抱，泪干的脸庞，静静的微笑，静静的想，爱你我不敢去讲，经过你身旁，捕捉你的眼光，咦，默默爱你，爱却搁在眼里，给不了你甜甜的累积。照片上像体贴的好朋友，要我收起他吧，没事的眼光，静静的流泪，静静的想，爱怎么对你去讲，把每次失望怎么看成希望，Coco Lee 李玟默默爱你，你准备好要听听雄壮威武的中华民国空军军歌了吗？ 我很好奇那个曲子怎么写的，让人家会觉得我要去。空军军歌，哎，
您没有被震撼到啊？没有，我觉得有点太激昂了，我觉得前面会有咚咚一直打那个，打得我心好乱。大家快躺好，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不过听了军歌，真的让我想到我当时的当兵同袍啊。最近当兵同袍呢，捎了一封讯息来。他呢在台东，然后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家园。哦，所以就想要把它宣传一下，因为我觉得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的台东人可能非常的少。但是没有追踪我的台东人，可是听得到飞碟联播网在 FM91.3 听得到的，应该蛮多的。所以今天说故事要改说他的故事吗？我先简单讲讲他在干嘛好了。他呢，台大公馆毕业，我们是玉官同梯。然后他非常，这个人非常的阳光，就算在当兵当官有很多事情很烦嘛，他永远都是笑嘻嘻的。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看到他，就是很肚子里有些就你在笑什么啦？对。我会觉得你到底为什么一直可以在笑？结果呢，他退伍之后，因为念管理的，其实出去大部分起薪，我们都是从可能百万开始跳，所以如果做到现在的话，应该都是三五百万或是更高等级的年薪。可是他就没有走这条路，他一开始去了海外志愿服务的那一种就是 NGO 或是国际服务的公司。之后十年前回到台湾吧，先在宜兰那边就是打造了一个自己的家园。所谓的打造是真的是他自己盖他的房子，然后所有都是自己盖，都是自己，就是土、竹子，然后想办法怎么样用跟大自然有关的建材去建起来，怎么样做滤水器，怎么样可以喝到，就是你不需要买那些外面的那些机械的那些水，你自己可以做出滤过的水来。那现在呢，把这个基地从宜兰移到了台东，因为一方面还是宜兰的地主有些就觉得哦我要卖地了，然后还有这个台风可能那个时候侵袭的蛮严重的吧，对啊，所以他就移到了台东，所以他现在人呢，这个地方叫做埔谷工房，埔呢是朴实的埔，谷是山谷的谷，然后工做工的工，方是那个工作方的方。他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其实都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课程。那现在因为正在建他的那个台东基地嘛，他自己台东家建造当中，像这个礼拜他就有一个工作方式告诉你说怎么样把墙建起来，就用一大堆土啊泥啊，然后配多少的石灰或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去把那些土这样敷上去。对啊，这他自己从头研究，对啊，自己摸索，就先盖了宜兰那个，他现在已经知道要怎么盖出一道墙，做出一个家。应该说世界上有一群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也有彼此的那种工作坊，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去建，所以他也去国外上了很多类似的讲座啊、课程啊。所以他是希望以最自然的方式跟这个地球共存，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自己吃自己种的，也许自己养的水，自己绿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哇哦！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知道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或是你觉得有个周末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事的话，你可以去上上他的课，蛮有趣的，蛮特别的。你该不会在新店砌一道墙吧？我如果有地的话，那该有多好呢？我觉得拥有地，你不可能拿来砌墙的。你应该会弄停车场，非常的。你说比较市侩是不是？能停几台是几台，那个路不用弄太平了，他们都会要停的啦。市中心很缺。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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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违我的那个做事，不行不行。你要做的话，你还是要做到让大家很方便才行。今天最后要送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我是马克，我是玛丽，我们明天见，拜拜。眼看你对另一个人有了感情，原来得不到的爱情却让我着迷，发现我在你心中的姓名叫做知己。
那就在你需要我的时候陪着你。没有人资格给你过吧，这是我唯一能替你做的呀。我能是凌厉的，摇滚的，疯狂的，温柔的，只要能是你的。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我写的全都是你呀。我能是深刻的，遗忘的，快的歌，慢的歌，只要能被你记得，就像被爱着。全都是你呀，不能是深刻的。